之内若轻易施法，你就会遭到反噬。我跟你说的就是这个小兵，他替我挡了一劫。之前那一战也是他杀出一条血路，我方才得以撤退。我对他有印象，可是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他武功高强。高手隐于世，低调才是真高手。兄弟，谢谢你。陈远，陆胆，听说你受伤了，你伤哪里了？我看看。哎，甄哥哥，不是我，是他，他替我挡了一劫。辛苦他了，他护主有功，该赏。陆大人，这方面你放心，我们将军对有功的战士是绝对不会薄待的。他现在已经是人勇校尉了。赵将军，我命人在议事帐熬了补汤，你过去喝点吧。哦。听陆大人这么一说，我还真觉得有点饿了。走，我们一起去。哎，行吧，陆大人。哦，那行，那一起喝点吧。走。真哥哥，叫的还挺亲热。